哎呀呀！我天，你怎么买这老些榛子啊？买这么多榛子，我这是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带的啊。这铁岭榛子，皮儿薄，仁儿大，对吧？一拍就开，老给我们鼓掌。看辽视春晚，你不能让人空手拍呀，是不是，朋友们？是不是啊？带榛子拍，你也不能空手夸呀，尝两个是不是？ 你看，咱铁岭榛子确实是开口的特别多，闻着就香啊，闻着就香啊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是。那一说到咱们铁岭啊，物产丰饶，是不是？没错。老杨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。那我得跟大伙说道说道。铁岭的葱开源的蒜，西风的山楂一大片，烧烤羊汤吃到饱，莲花湖边撒欢跑。另外呢，铁岭还有一个这个文化标签，幽默呀。 那聊天都跟那连珠炮似的，跟脱口秀似的，就冲着铁岭人这热情豪爽性格，在这生活肯定是生龙活虎，劲头子十足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热情的新铁岭人，也是我们的第一书记杜林。你好，杜书记。你好，杜书记。杜书记既然来了，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铁岭的一些丰富的土特产吧。是啊，首推呢，那就是昌图的玉米了，是不是？世界玉米黄金带啊，这不用说。 您要是到昌图来，要是不吃昌图的玉米，那指定是白来了。下面呢，就给你们介绍一个特别神秘的一款产品，就是你们刚才品尝的这个榛子，这个是咱们铁岭农科院呢历时10年研发的铁岭平榛。刚才您说这个皮儿薄，那肯定是了，10年磨一榛，那皮儿它能不薄吗？是不是？个儿还大。哎，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能够 经常呢到咱们昌图县长发镇三河村，咱们来看一看，在这里呢，您可以感受到呢野鸡在你身边飞过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看一个品尝到新鲜味美的辽河鱼，哎，这种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进水锅里的这份诗情画意，可谓跃然眼帘。哎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所以说呢，大家就更要一起加油，哎，为咱们乡村振兴一起助力。哎呀！ 好了，那口才可以，助人聚鸡黍，邀我至田家，咱们就在铁岭好好过了。向杜书记致敬，给您拜年。拜年，拜年啦！邀您1月30号一块儿来看我们的辽视春晚。好的，同样的祝福也献给我们的主持人，也献给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虎年大吉！啊，你干啥呀？这是，你干啥呀？这是，你我，哎呀！ 真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还忘了，哎哎，你这样啊？嗯，嗯，谁呀？哎呦！ 有啥事儿啊？要干啥呀？不是这干啥呀？啊！哦！哎呀妈呀！李雪琴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我啊！哎呀我啊！哎呀我啊！吓我一跳！ 行了，老杨，老杨挺有对象的，鞋没换。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好事连连，笑声不断，虎年万事胜意。